是矽谷精英的最爱。新鲜的牛肉经过大火的烧烤，让外皮逐渐焦黄，多汁的口感让美国亚历山大牛排店连续三年夺下米其林一星。美味的干式熟成牛肉是矽谷精英的最爱，而这家顶级牛排店也即将引进台湾，背后的推手就是神秘的统领董事长苏建义。我希望说我把这块发扬光大，就是至少在台北市可以多开几家，北中南看有没有办法也继续。可是最重要还是我们先把这个点做好。大谈美食布局，低调苏建义是新庄苏家掌门人，为了宣传新餐厅首次在镜头前曝光，不但找来亚历山大主厨，还拿出独门的点心，就是为了打赢顶级牛排战争。现在高档牛排店进来台湾，通常大概都是主打干式熟成或者是湿式牛成湿式熟成，所以让这个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消费者也是一个好事，就越来越多的高档牛排进到台湾来。其实近年来台湾顶级牛排的市场越做越大，也吸引美国牛排馆前进台湾。像店数最多的卢思奎知名度最高，而劳瑞斯位在信义区，以现场切割调理闻名。我三家店平均的价位至少要2000起跳，而亚历山大十月底开幕，也将掀起顶级牛排大战。三新闻林云峰、阿中台报。